So what? Do what? Now, show them. You have been a snack, you have. That's snacking at home. You have. That feels sad, yeah. Yeah, he knows, he knows, he knows. So, he knows, he knows, he knows. So, he knows. Yeah, yeah, he knows, he knows, he knows. He knows, he knows, he knows. He knows, he knows. He knows, he knows, he knows. He knows. Yeah, he's a good guy. 就没有了，就淘汰了。他就是淘汰了，好像是。厉害。没有。所以呢，就厉害。他来了。那个长江。不知道。啊？啊，那个是原来是。一共是240的。啊，现在减半就是240了吧？冠军，然后那个第八名是15分。那我不知道后头又改了没有？但是他那个公布的是。对，他人少，人少。人少。这个。第1名480，第2名240。现在已经那个是降下来了，就降低。漂亮，哇，漂亮。不多小时。漂亮。报一张。关键是我们这个长江是我自己设计的。后来那个球，要不要提一下？阿斌。再把他的进攻拍拍在那里，在原场。你看到他的球有点，都很重，很冲，又在冲。他这个是进攻。哇！打开了。打速度呢，噼里啪啦的，但人家好防。看到吧，发力这一块他是打的。传这个球你必须要旋转的。
高球自己打的。嗯，这个球又短，你还怕什么？思路不一样。不，你这么短的球就拉得出界了，他这球没看下去。短球掉了。感觉他打，你反正就是最近不出界，不是说打个高球，你看你的。因为他在在台球，因为他有他的那个。我是觉得一般打球，你如果不坚持不进攻的时候，你如果打球的时候不要再打，因为又。最高境界说好打就打，好拉就打。来，我给你做不到，我就感觉还在打，来了还在打。我今天比较靠谱。按摩操。来就说，给你回个材料，回个球，高球你还磨，你还拉，来就回自己了。Good job. 好，再见。